荐你平常生活当中会做的事情。中间有一些动作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对不对？他们躺在路上睡觉，对不对？很危险，对对。可是呢，可以看出来，你这个主人在带这个镜子，他们在做什么事情？主要在做什么事情？开车。开车，对不对？主要在做开车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只是中间开一开，还跑到山洞里面去，对不对？开一开还躺在路上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这个睡觉。对啊，但这个主人在带。